做房子，一种呢是 3D 打印，比方说在月球上面，那直接用什么呢？直接用这个月壤，然后呢用激光来进行 3D 打印，那或者粉末熔融，实现的路径呢是比较多的。但是这个月壤啊，它有点像我们这个陶瓷材料一样的，它是什么呢？你把它做成小一点的问题不是太大。那你如果 3D 打印，你打印了很大的一个建筑呢，它容易产生裂缝。当时我们2015年来进行呢这个月球基地能不能去用 3D 打印啊，用什么建的，自己都觉得是天方夜谭，就感觉到哎呀好遥远啊。这个慢慢做的时候，认识就越来越深刻，就发现呢，就是说不是你一个团队在努力，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努力。比方能源问题，我的专家说能源你们不用考虑，专门有做能源的那些团队，你到时候只用他们的成果就行了。我一下子感觉到又往前走了一大步。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学科要交叉融合，所以的这个力量合起来，它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力量。今天的在月球上面的这些实验，是今后为我们走得更远，那提供了某一种的这个更基础的一个研究，也是一种把月球作为一个试验基地，让人类深空探测能够走得更远。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、干燥与暗沉，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。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，它添加五种 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，强化皮肤修复，增加肌肤弹性水嫩，轻松抚平皱纹，换回青春自信。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国肤露全效精华，精华霜，即刻启动冻龄密码。